千万不要再伤害他们，像我和你爹一样，一生都苦苦纠缠在秦王之中，直到临死前才发现，我们是那么的相爱，娘，娘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！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只认段正淳，段正淳才是我的爹。难道你不肯认我这个亲生父亲？不认。你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，你不配当我的爹。我虽有儿子，但儿子不肯认我，也等于没有儿子。既然你称我为恶魔，想必是恨我至极，干脆你就杀了我，为段正淳，为你娘报仇吧。好，我就杀了你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出手就出手，又有何惧？好，我就成全你。我娘临终前，让我不要杀你。我不能违背我娘的遗愿。好孩子，你不杀我就是认我了。我争了一辈子的皇位，如今由我儿子来继承大位，老夫此生无憾。吓我呀，老大，老大，快点开门，快！怎么没有看到主公和公子？他们人呢？他们都在大厅里。快给他们解药，快！好好好，我给。现在就是关着他们几个也没用了。朱兄弟，楚大哥，现在你什么也别想，先找到主公和公子要紧。走，好，来，走，走，来。小姐，你也赶紧走吧。要是你表哥找来就惨了。婆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我躲在大厅里看见你表哥把你娘给害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是我表哥。小姐，小姐，表妹，
表哥，表哥，你，表妹，再帮表哥一次吧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动词，主公，主公，娘，娘，娘，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恕罪。娘走了，娘，灵妹，灵妹，灵妹，追，好。灵妹，你没事吧？哥哥，我娘是被谁杀死的？啊！他们都是被慕容复杀的。慕容复，慕容复。段誉。没错，你们的娘是我杀的，全都是我杀的。王姑娘，王姑娘，表哥，我求你让我去见我娘一面吧。你放心吧，你娘她现在已经死在大厅里，不会自己跑的。倒是你要好好帮帮表哥才对。姓段的臭小子，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当初没有一箭杀了你。慕容复，你这个畜生，我杀了你，替我娘报仇，赐我一份。等等，雨烟现在还在他的手上，别轻举妄动。慕容复，你要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就放了他，和我一决生死。你让我放了他，怎么了，段公子？就算你知道她是你的亲妹妹，你还是放不下她。你管我们是不是亲兄妹，你快给我放了她。你让我放了她也行，不过你今天要当众立誓，给我慕容复10000兵马，还有足够的粮草助我赴燕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毫发无损地把表妹还给你。表哥，你方才拿那几个女人的命威胁段王爷不成，现在还想拿我的命威胁，那我还不如随了我娘去。你为了她甘愿去死？明知道你们是亲兄妹，为什么还要为了她而死？我不是要为了她而死，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你再滥杀无辜。雨烟，你冷静一点，千万不要做傻事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段正淳并不是我亲爹。不可能，你别想骗我，我没那么傻。这是事实，信不信由你。那么既然你不是段正淳的儿子，你更应该担心他的安危才对。你怎么不答应我的条件，反而弃他于不顾呢？你不担心我杀了他之后还会杀了他们俩吗？我当然担心他们每个人的安危，但是我绝对不能让大离毁在我的手上。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，就冲着我来。反正我知道自己身世后也无颜面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谁准你讲那些话的？不管你爹爹是谁，我都不准你死，听到没有？不管你爹是乞丐还是王爷，我们认的是你这个人，你绝对不能死。段大哥，无论你的身世如何，
我们都是一辈子的好友知己，你别再说让人难过的话了。今生能有三位红颜知己，我段誉已经心满意足。听着，慕容复，你无情无义，丧尽天良。只要有我段誉在，你今生今世都不要妄想赴宴成功。姓段的，你真是口出狂言！你在扯我的后腿，还抢我的表妹，而且还想坏我赴宴大业，我岂能让你活在这世上？表哥。接我出招，放了表妹，好用六脉神剑来对付我，是不是？是又怎么样？你这个手下败将。好，那今天我和你比一比，到底谁能打败谁，要谁生谁死。灵妹。义父，你没受伤，太好了，让我先杀了这个畜生。义父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玉儿是我亲生儿子，我不杀你杀谁？什么？你的儿子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
让我杀了那个阻止我福建大业的畜生！放开！不要啊！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爹，为什么？爹！爹，为什下次段誉，给你老人家，给你老人家磕头了。你儿子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你高兴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慕容博，我就是为了你那一句为光复大业站至最后一刻的嘱托，你毁了你儿子的一生，你知道吗？你毁了你儿子的一生啊！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说话呀，慕容博！你说话呀！是，你躲在那里面吧。慕容博，你给我出来！慕容博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。我杀了那么多的人，你看看，我的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，而且我放弃了我的表妹，辜负了表妹对我的爱。我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小人了吧？我已经没有妇人之仁了。可是到头来呢？我什么也没得到，也没有完成光复大业的使命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慕容博，你说句话呀！
天空等待，假如牵不到你的手，我会把感情收。